Okay. Okay. Good life and peace.我在一路上的一个早晨，我坐公车去上班，在公车上休息。我所坐的是19号公车，车子穿梭着街道，载着学生们和工作人们，砰一声，意外发生了，我们的生命源源改变了。 脏酸的手和腿，还有我失去的一只眼睛。今天我面对了这些事实。妈妈谢费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打开一节圣经，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 唯有他才是我们的力量，唯有他才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才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轴。是，我要面对的事情好多好多，但是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。是的，哥哥自从爆炸这以后，整个人改变了，改变他的一生，也改变了我们家里的一生。是，生命是很短暂的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这种生命，在神的爱中恩典中重新站立自己。你的帮助，主看耶稣。 定睛看耶稣，圣洁公义主。
施加赞耶稣，注目看耶稣，定睛看耶稣。